2016年的情况是，当时中国跟菲律宾呢各自有一大胜，中共呢是在南海扩张取胜，实质性的胜利，而菲律宾呢是道义上的胜利，就是国际仲裁法庭不仅判决这个中菲之间的争端，中共完全失败，而且甚至连带判决中共的9段线主张完全是站不住脚，没有法律依据，可以说是中共在道义上、国际法上的一个全面失败。但是呢，当时随后就上任了菲律宾新的总统杜特尔特，他是菲律宾政治的一个艺术，因为在菲律宾的历届总统中，可以说都是亲美反中，或者说是在如果中菲双方没事的话，那也就是跟中国的关系一般。但杜特尔特上任以来，表现了强烈的亲中情绪，甚至是反美情绪。这个时候对于中共北京领导人来说，可以一喜一忧，喜的是。没想到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个艺术，本来是忧虑这个国际法庭的这个裁决是中国跟菲律宾会全面对抗，而美国也会协助菲律宾，但是没想到菲律宾出现这么一个人，是中共一喜，但是又一忧，忧的是菲律宾这个总统这个政策在国内没有民意支持度，因为这个杜特尔特在国内的得到支持的是他主要是在反毒运动，还有他的一些内政消除贫困的措施，但是他的外交政策却受到了民众的唾弃。84%的民众认为这个反对中共在这个南海的扩张和军事存在，86%的认为这个菲律宾应该加强军力对抗这个中国。说这次习近平去访问呢，受到了民众的抗议，可以看反映了这个民间的呼声。那么这个另外呢，中共忧虑的是，就是说一个是杜特尔没有国内的支持，还有一个杜特尔特的任期只有一届6年，那6年之后怎么样，中共吃不准。说中共在跟菲律宾打交道过程中就留了一手。双方都留了一手。当时杜特尔特到北京，2016年去访问了，得到了240亿的这个援助的这个承诺。回到国内是大肆宣传，他向北京唱好之后得到了什么？但是这个2年下来之后，这240亿只落实了6000多万，连1亿都不到，1/241都不到。就菲律宾各界都说这个中共啊是这个空头承诺、空头支票，根本就不能落实。中共承诺了那么庞大的援助项目和投资项目，只有2座桥梁和一个戒毒所建成，其他都拖延在那里。因为中共担心呢，这个菲律宾是哭穷来套他的钱。而且菲律宾现在本来经济不错，是东南亚发展最快的经济体，它比中国的经济增长高多了。它这个人口1亿啊，这个就年增长率啊8%以上，是最蓬勃的经济增长体，是全世界注目的一个亚洲明星，而不是被称为亚洲四小龙，而是被称为亚洲那个一虎。说在这样的一个区还向中国哭穷，说这次习近平去访问呢，这个实际上就是雷声大雨点小，钱啊可以说是那个这个开高走低。最后的失可以说访问双方都是一个失败。双方本来说是南海开采石油，这个协议没有达成，最后签订了备忘录。备忘录是最低限度的这么一个文本，这个文本根本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或者是起点。说这次习近平带去所谓10个项目，菲律宾各界完全不看好，说根本不可能落实。所以这次那个杜特尔特呢，这个邀请习近平要上他家做客，并且教他14岁的女儿在学中文，要读中文给习近平听，这个环节也取消了。习近平只在菲律宾待了2天，连邻国的文莱小国他待了3天，说习近平是匆匆离开。所以这个情况下来之后，中菲关系是表面上很热络，好像很热闹，事实上互相都留着一手。尤其这个中共这个"一带一路"大傻逼这个政策，在国内受了民众反对，说习近平这次也相当谨慎，不敢开口承诺任何东西。说这次访问可以说对杜特尔特在菲律宾国内政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，我想他以后这个政治地位受到削弱，在国内反对派的夹攻下，恐怕这个逐渐会走向跛脚。